是男子67公斤级的超级明星战，邱建良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阿莱西奥·唐杰罗。邱建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很乐观的一位选手，而且非常多才，精通泰语和英语，又会主持，说不定哪天就坐到这儿解说了。好，我们还是非常期望邱建良能有一天坐在我们身边，给我们讲讲专业运动员眼里边的真正的搏击。是，刚才呢，其实呢，我们这算是扯一闲篇吧。邱建良那段客串主持还真的非常精彩啊！哎，没错。但是呢，更精彩的应该是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当中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嗯，很老定。邱建良已经慢慢的这个表情真有意思。哎，自信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冷静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转身后摆，哦，非常漂亮，上钩上钩平钩。邱建良自从这场比赛现在一开始，我们感觉到对抗性就非常激烈漂亮。对，邱建良的成名之战就是他的 KO 楚才，然后战 KO 赛格东，并且智战古拉丁获胜，漂亮，已经两次了，两次读秒，在同一回合再被读秒一次，这场比赛就将被终结。三届意大利冠军，应该站不起来，好，要站起来吗？啊，还有经验，嗯，多休息一秒是一秒。好，这场比赛虽然太轻松，停停，这个邱建良，我们感觉邱建良异常轻松的就 TKO 了对手。也许他对邱建良的战术非常的不了解，邱建良非常轻松的干掉了两次 WMC 世界冠军，一次 WPF 世界冠军，两次三次意大利冠军的阿莱西奥·唐杰罗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